今天我们标王非常丰富，有 Tiffany 的手链项链的、啊、男装项链，啊、你是有 Omega 的、啊、哇，江律师，你就是你暗晒了，看看你的手链那个就是珠江宝系的江律师。对对对，我们的拍品应有尽有，就最近用我们 YouTube 很多朋友都拿来卖，这个是 Tiffany， 他今年二月份才买的。用了1600去买的，来，带一个，吹唔到系嘛？啊，应该吹到，应该吹到嘅。哇！啱啱好，啱啱好。今日必捞嘅三群，三群的标王，三群，你看这个盒子我都未睇喎，三群，未发添啊，哦，未发啊，老温仔都未都都睇唔到，有标王 ，Omega 跟 Tiffany， 所以对我们的拍品有兴趣，全部的名牌啊，对，都是名牌品牌进行，所以对我们的拍品有兴趣，记得加我微信啊，就是我们每天都有惊喜，天天有惊喜，对不对？嗯，沃利斯哈，来，沃利斯，对，天天有惊喜。他今天已经看中两样东西了，对，大家记得加我微信啊，每天都有惊喜，阿来，那天天有惊喜哈，感谢大家，买卖都可以，你买也行，卖也行，我们都需要。